能也看到一些书啊，或是一些心灵方面的老师啊。那我今天给的细节啊，还是鼓励大家去看这本书，它的中文名字。Lost my dog, looked for him all day. I don't have a dog, I just wanted to play. But John's all gone, and Paul's used up. I let Lassie in and start the truck. And the AC blows, but it never did.I'm well away from being a perfect guy. I can't have a bad temper, make a big fuss and cry. And I know that lately it's been hard. We had a bumpy ride. But if you get哇，今天头发真是太乱了。今天天气蛮好的，我等下想要出门去书店逛一逛。出门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手机壳。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clumsy 的人，毕竟我的频道名字已经说明了一切。那今天想跟大家开箱一下一个来自台湾的品牌，叫做 Rhino Shield 犀牛盾。之前有一阵子在用这个鸡蛋手机壳，然后被问爆，这个就是他们家的。最早是在台湾的时候，我旁边的同事看到我这么常摔东西，就跟我说：“你手机壳就买犀牛盾了吧。”那他们标榜就是他们家手机壳跟配件都是有超越军规防摔的防护功能。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他们家的 Clear 透明手机壳。大家看到这个镜头跟旁边这个按钮，其实全部都可以替换的，所以毕竟手机壳现在也是一种 fashion accessory 了吧，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跟穿搭去改变你手机的样式。除了按键跟镜框是可拆式的话，它还有这些像挂绳，这个挂绳还有很多其他的颜色，所以除了方便之外，它的搭配性也很高。我自己其实是有蛮多款他们家这个透明手机壳系列的，但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它不会变黄，就是有很多那种透明手机壳，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边边角角就会有点泛黄，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有点麻麻的。那甚至它是有5年的抗黄保固，另外他们也是 BPA free， 所以对环境更友善。给大家看一下我最近新挑的款式好了。第一个是我在用的这个猫咪透明壳，第二个是一个正在看书，然后下面有一只小猫咪，最后一个呢，我选的这个全罩式的，好，我在讲安全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白色手机壳，上面是一个时钟的样子。然后另外我也把我的 AirPod 换了衣服，这次的设计就是希望可以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生活的仪式感。然后我记得我去 Apple Store 换手机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如果很容易摔东西，请你一定要记得贴那个保护贴。 And Rhino Shield got me covered。 这个呢就是犀牛盾的 3D 撞撞贴， 3D Impact String Protect， 它是用独家的复合塑胶材质所制成，所以它保留了玻璃贴的光滑跟透光度，但是又没有玻璃的那么易碎，可以有效的吸收我们在掉手机的那个冲击力道。另外2022全新改版有一个很赞的东西，就是这个贴膜辅助器，就算跟我一样手残都没有问题的，你要相信自己， OK。 那犀牛盾手机壳现在都可以送香港，其实上面有蛮多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的设计，大家可能知道我很喜欢这个插画家，我在犀牛盾上面找到 matching 手机壳。那我这边有争取到一个9折的优惠码，然后所有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一下啦。Kama Sutra, Desert Sutra, your velvet dress is slipping off.
Would you stay with me? It's coming through ya. Never knew ya. Never knew how much it'd mean when you spoke to me. But everyone needs something.这么的脏，就一年而已啊，好可怕！你看，这是我过敏的原因。沙发啱啱做完咧，有少少湿嘅。OK。咁一个钟头后先至还原咯。好。洗衣机都 OK 啦。OK。咁而家佢会帮你开个快洗，洗完之后你正常用就得。OK。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to my podcast. 哥，我现在长得很像阿俊吗？不要看脸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去诚品买的书。今天第一个我买了一个韩文书，如果看我影片一阵子的朋友应该就知道我其实对韩文非常的感兴趣，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想要去韩国生活的。对， This is how much I love Korea。 然后另外一本呢是有关工作上面的，这本书叫做累死你的不是工作是工作方法。我以前其实觉得这种职场生活的书有一点就是 cringe， 然后没有必要。我刚刚就翻到这本书，就是发现里面的内容就是我还蛮 relatable 的，所以我之前好像是都听 podcast 还是看一个 YouTube 影片，就是一般的人是用时间去换取金钱，就例如说你工作八个小时，你就是获得八个小时的酬劳，但是真正成功的人可能是不断的在想说要如何避免用时间换取金钱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包含很多的面向，但是其中一项就是怎么样让你的时间效益最大化，以及不要死努力，就是你不要笨笨的努力，你的时间是在最小的花费上面得到最大的成果。没想到我也会有一天在看这种实用的工作书籍。제남친은키가작으면안됩니다어제생일있었는데아무도몰랐다 I'm so sad. 대만은아시아에서가장살기주는나라입니다좋았어좋았어누나는결혼하고싶어해요그러나 누나랑결혼할사람이 없어요저는한국어를잘알고싶습니다我的卸妆水又快用完了，觉得很有成就感。还有，我之前是不是有买起来囤货啊？在卸妆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我用了这么多的睫毛膏，真的只有 Etude House 的这个 Curl Fix 可以 hold 住我的睫毛，真的我 so far 没有用到任何其他的可以 hold 得更好的。现在呢，准备要来看2521的完结篇。其实我还有14集还没看完，但是我前面忍得很好，所以今天大结局出了，我就可以一起看。
然后我现在在考虑我到底要喝哪一个酒，这个是我蛮爱喝的 Moscatos， 然后有美酒，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酒，这个好像是很适合做调酒。 I am feeling Moscatos。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还是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一个人在家的话，真的是可以什么都不做，然后甚至一句话都不讲的，因为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出门去做一些户外运动啊，或者是主动去社交啊。 I mean 这个就是我的生活，我只是最近又有一点觉得我待在家的时间好像有点太长了，我会尽量去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啦。我觉得拍 vlog 有一个好处是，我其实会不断在想说，哎，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去玩可以去试的，算是 YouTube 带给我一个意外的收获吧。我现在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东西要拍啦，不过我这个人就是顺其自然嘛，对不对，跟着感觉走，看我的 MBTI 就知道了， ISFPT。